小田儿，你说多了都没用，今天我告诉你，你拿出证据来，我这个十八亩地允许你经营，让你种，你没有证据说啥也不行，打掉脑袋我也要种这块地，别的都没用。张大叔，你慢点说，你别发火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你忙啥呢？你别发火，慢慢的。这事你生气也不行，咱这啥都有，事儿得一点点来。我说这话，事儿得一点点处理。将来谁讲话像吃包饺子，得一个一个的。你慢慢来，别来火。不是他生气，他有啥权利生气啊？他回来耍臭赖，他还生气？谁耍臭赖？就你，今天你不是说长辈的，我指定去挠你几下子，你干啥呀？活不起了，活不起，你说话我养活你。养你老，你不要那说，你不用那说，你就现在问题你，你书记，你今天你不也像他吗？你说啥你也像他吗？现在你还拿出这证据来的话，我就不用像了。你都不管了呗？我不管了，你们条卖咋整咋整？那不弄事儿。你跟他整就我这地就不让你种了。你没有几句，我不管了，我看咱俩谁能种上。哎呦，田女士，没有。就在两位调解员正在调解之际，现场出现了特殊情况，田女士突然起身离开，这让大家始料未及。接下来的调解工作还能继续下去吗？